啊，我今天下午回到川矿了啊，现在我发了信息给八妹，八妹过来了，还好她还在啊。这个我回去了也没联系上，也联系不上。你怎么发的嘞？换马换傻萌。傻萌在干嘞？啊。嗯，进来噻。他回来就干点活啊，把这些箱子拆了扔掉。替换了吗？替换来，叫嘞。面呢？发现叫的还不在。他打了我的电话，发了信息，还有一条信息有几个大哭的表情。那、嗯。没来，他一来就来厨房了，准备做点吃的。有老鼠啊，我们这里。他们哪来了呢？来了呢。啊。来，他来了呢。做菜来了，来了呢。他问我中国冷不冷啊？我说现在哪里还冷呢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他去了三鹿，他妈妈那里一段时间，然后就是在他姐姐这里。进用没吧？啊，没的呢。在他们。去用快得白去特调送什么？妈咪去是去送票，他们的岁数么？叫白去用了吧？有没有白客人在的呀？确实有老鼠活动的痕迹。不会，不会，他那个还不好用。厉害了，老不白喊，被喊破包了。大家不骂你，快被喊破包了，还有干嘛多？จะไปขอสามมือห้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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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มือถ้าไปจะทำแต่มือจะไปอาทิตย์นึงอืมเนี่ยเจ้าจะไปหาพ่อบ้างข้าจะตายละข้าเสียใจตายก็ขันเจ้านายมาเพื่อมาหาพ่อบ้างไม่เท่า你努吧，努努呗，靠那的吧，嗯，靠了，嗯，你在里面没看到有老鼠进去，哎。问考证没有的。啊，没。啊？不干啊，那么低级的。快熬那么素木。那我不干。熬。干啊，我干啊。这样吧，叫你。啊，疼啊，没人打，没人上去。我们这些碗要重新洗一遍了，因为有一个多星期没在。啊，今天白搭烂麻了吧？面。啊。啊，面了，快白搭烂麻了。白了，我不少买一个。你不少有谁？不少就他了。没得叫。少。菩萨又打了，菩萨又打了，不用排安过叫。不明，不明，没得叫了。我刚刚上市场买了2公斤笋啊，然后一个卤猪脚，还有点辣椒。冬肉。冬肉啊。嗯。
克刚特么款么个嘞？啊，款特么？克刚特高款嘞？款钱个嘞？我报个嘞呗。啊？我报个嘞呗。我报钱个嘞。好多了。他刚才又把那个锅放到这个盆里面去洗，我马上纠正过来，我说不能这样，等一下担心漏电。这个水龙头好像坏了，漏水。我回家这么多天，其实我还是蛮牵挂八妹的。他说上次他带他侄子过来剪头发，这周边，然后那个邻居又问他。他说你老公飞中国了吗？去了。他说我飞了。老公飞了，老公飞了。对啊。老公飞了。哎呦。因为刚刚回来啊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比较多。我也帮他一起做了做家务，我帮他把这个地扫了。你不是后来了吗？天降了吗？这是他的口头禅，他这个刀不分利了。然后你的手臂来试一下。我又帮他把这个抹布洗了，也分担他一点这个家务。八妹，现在削这个笋。这个笋我削不好的事都削不来。他们从小就削这个。又紧，宝宝。宝来聊一点。又紧啊？嗯，是我嫌他宝歪歪。又紧不得奶了，方块不明。这个的话，他们还是削得很快的。一斤米多少年嘛？多少年半块都不来，米半米，半不米，半块也不米了。嗯。楼上的浇水。楼能吸盘。浇水的。差不多。你在饿一会儿。我爱这水了他嘞。报废吧。快饼不带了。报不带。嗯，他报不带了。快去死吧。压的，快点压。送门快不离，米得不少，米得不少就是，米得不少，米得不少，哎什么，白鸡嘛，米得不少，面个漏了，面个烂了。不包吗？包吗？来个蛋吧。不，来不包。来呀。那个蛋。他们恩不恩黑鸡特嘛？不懂了。不
么家伙呢在黑奥路他得困。他们家伙呢在黑奥路他得困。教练，啊，好了。快呀！快熬不了。熬不了。教练。熬三困嘞。熬三困。不晒手，不灵呢。这不用怕水布。这他们这边黑怕水布噻。这边黑怕水布，他们白跳把它捡这边吧。白呀。OK， 这边黑怕的过噻。我这边白亮不？没啊。嗯，也不好，家也不能快吧？家也白晒吧？家也白晒不？不能起不好。啊？能起不？嗯，八妹说，我那个房东老板娘，还她不是有个餐馆吗？他是有问他要他去工作，去他的餐馆工作。然后快被烟走完，快被烟灯进走完了，然后要来摆灯进，谢谢。嗯，这个八妹他说他不去。摆快点去换下来。呵呵。那我的这个手，我的手现在这个毛。他这个笋已经洗好了。嗯，我那家挺靠谱的呀。冰凉。嗯。叫不进啊。冰凉的。嗯。冰凉。连通不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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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冰凉。连对呀。嗯。打过来这多少人？哼，打对。来了。对。再买了一只猪脚。哎，都没弄了吧？嗯，有你吗？啊，没，没，看他会不会骑啊？嗯，这个猪脚呢，已经熟了，只要稍微炒一下就好了。所以他们货好吃在那里吧？面交货，交货。啊，没到还给你带了面。面。他们老挝人切菜喜欢用这个小刀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用菜刀。我这次回去，好多人说，开玩笑说我回来的时候八妹还在不在？还好啊，她还在。还有好多人开玩笑说，要我下次带她，还有。另外带一两个妹子去中国，去中国或者去边境啊，去西双版纳把那播一播。我也努力打听，可以试一下看。这个也不太好吃。我老喊不了。呵呵，压面吧。嗯。这个菜都好吃一点。这个、真的不好吃。我老喊不了嘞。我这里是有一个菜刀，他也不喜欢用。嗯，他看了一下那个菜刀一下，挂掉了吧？掉了，坏了。什么什么坏？那是哪家写的？哦，快捡不来，快安不来。你按对吧？来。啊？你别忘了。嗯，快走不户。我仔细看一下，还是认得出来，有的很多是拼音。因为我回老挝的时间比较赶，带的行李又比较多，所以带不了啊，从国内就没有买东西过来。我在三江去了店长那里临时买了两个哈密瓜，到时候泥沙他们过来还是有点零食吃啊。
这两个哈密瓜也比较贵，140块钱人民币。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吃饭了，八妹她担心长胖啊，还是不吃，我就一个人吃吧，我正好也饿了。江南那个不精啊，江南那个不精啊。这是八妹做的猪脚茶笋，我刚才尝了一下，味道还不错。好了，八妹就要回去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